我是因为我今天来玩的是 LOL Surprise 旅行车，这是一个超大的游戏组，里面还有礼物滑梯耶。Open 车库，打开来，这个车库。还有一个说明书跟贴纸。哈！哇，它如何变形啊？太厉害了，这个。它里面有这些配件。我车子还可以装电池，所以它这是有声音的哦。需要六个。它这个有告诉你它有哪些地方是可动的。还有钥匙哎。它有很多机关，我们等一下来慢慢看。哎，这车子也有睫毛，你看，好可爱。它的。拖的前面还可以，这个是可以钻垫子，可以播音乐。对吧？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？好无聊哦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有。其实我有订了一台车子，它应该马上就要到了。是什么车子啊？超酷炫的车子哦！哦，它来了，它来了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就是那台超大的车子。哇，看起来超厉害的。这个是全市的 AI 智慧车哦！哇，怎么样的 AI 啊？哦，它灯亮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如果不行哦，我们里面车子的东西还没有安装完成。哇，车子说话了。哇，没错，把我里面的内装全部安装好之后，我们才能出去玩哦。哦，那赶快开始吧。那我先打。那我就打开后面车厢，让你们帮我安装喽。好的。哇 ！Oh my god！ 哇 ！Oh my god！ 我告诉你，哎呀妈呀！哇！是化妆台耶！哇，游泳池耶！这个根本就是水上伸展台嘛！对呀、啊！哇！二楼哎，上面还有床哎！哇，还有溜滑梯耶！这就是我打开后的样子，你们要帮我把你们选配的东西都加上去哦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记得我选了很多东西耶。我们来开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。里面有什么？这是楼梯，然后有两个后照镜，这个是钥匙、被子、枕头、小冰箱、化妆椅。哦，里面有小娃娃，这有大只的一架，餐垫、唱片、电视、水壶、衣服，是化妆道具、鞋子，还有烤肉的用具哦。这个贴纸。我们都装备好了，可以上车喽。上车记得系安全带哦。哇，车子，发出声音了。啊，这个就有声音哎，好奇怪。这是可以这样子系安全带。还有包，包在这里面。是一个烤肉架，出发去接小朋友喽。好了，走吧。哦，老师怎么还没来？对呀、啊，好看啊！哇，好大台的车子啊！哇！小朋友们，我们来啦，赶快上车喽！好，哦，车子说话啦！嘘！哇，车子，长尾巴了！那我们赶快跳进去吧！不要以为我们的车是垃圾车，那是载人的哦。走吧。Let's go, come on. Later. 我们到目的地了。这车子其实是还有机关的。哦。把车子变成游乐园吧。我们拖车头要分离喽。哇，真的啦！怎么变形啊？我立刻变形。变了！
有一个很高的滑水道，你敢挑战吗？我敢呢。那你先。你不敢呢？你赶快跳给我看。好啊。哇，太恐怖啦！那我来试看看喽。我是不。哎呀，哎呀，真是舒服啊！看起来好凉快呀、哦。今天真是热闹哎。热闹热闹。那我们来计算一下吧，对不对啊，小猫？那我们来准备一下烤肉的东西吧。好啊好啊。我们烤肉的东西好像放在后面的冰桶，帮我拿出来吧。好的，尿尿。那我把冰桶。啊！可是刚刚发生地震了。哎，尿尿，我玩你的宠物。你让我上来，妹妹咪。打开喽。啊！这个冰桶打了我一巴掌。那我们来烤玉米吧。好。这一根掉地了啦，那刚才烘一下，烘完了，好香哦！那把它放到盘子上吧。这盘放玉米，这盘放肉串。那我们走吧。耶，烤好了，来吃吧。好好吃啊！我最爱肉串了。那我也请你吃吧。哇，这个肉串真好吃，是谁烤的呀？是妞妞烤的。真是太好吃了。我吃看看这玉米，哇、哦，好好吃啊！妞妞，你烤的真的很好吃哎。嘿嘿嘿，谢谢你们喜欢我烤的东西。这次只有烤四串，太少了。这次烤了100串，请大家一起吃。哦，吃好饱哦。对呀、啊。肚子有点痛，我先去厕所喽。我也去。拜拜。拜。哦。这里是厕所哦，原来这个是全自动马桶啊！这孩子太大了，不过我大出来了。嗯，大家今天都玩得好开心哦。对呀对呀，妈妈。那你们想不想要来一个伸展台的游戏呢？好呀好呀，妈妈，我赶快叫我的同学起来打扮吧。可以帮我打扮吗？没问题。我是地板老师的小孩。好，我来帮你打扮一下喽。完成了。我要看一下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你。还有谁想要打扮呢？你好老师，我也想打扮呢，男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，看我的 magic。完成啦，我看一下哦。哇，你好老师，你好厉害哦，把我画得好帅哦。客气，希望你今天能够得名哦。谢谢。我想打扮，可是我只想戴个发箍就好。好的，因为你已经很美了。完成喽！哇，这个很美耶，这个发箍我很早就想要了。我希望你喜欢。老师，我要打扮，我也要打扮。哇，你已经很美了耶。我想戴一个独角兽 unicorn 发箍。没问题。好，完成喽。我看一看，哇，谢谢你啊，老师，去参加舞会了。客气哦，加油。请出动。结果，我们的时尚伸展台要开始喽。来，请我们的选手们就位喽。伸展台那一条给拿出来，这一条拿出来了。然后因为我们有 VIP 人会在下面，如果掉下去他们会接住他。那现在请机位模特上场。可我的好大呀！哎呀，选手掉水了！哎呀，我死了！哒哒哒哒哒。我们请来舞台这边，来看一下我观众的反应吧。哦，零分，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精心打扮呢、啊。那么我们请第二位模特出场。噔噔噔噔，嗯，看我的旋转舞台。看一下我的观众的反应吧。哦，普通，哦，我拿到了普通，感
觉观众蛮喜欢的呢。哈哈。第三位模特请登场啊！今天就是我，我是一只独角兽，看我的耳朵。哇！我还会溜冰哦。很厉害的呢，哈哈！大家的实力越来越厉害了呢。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位模特，请登场。看我的，咻！连第一次才都来夸奖我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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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是非常重要的活动，就是每一个模特出来欢呼声最大声的那一位就是赢家。后台的模特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老师好了。第一位选手，请出场。对，又是我，我就是刚刚摔水的那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记得我吗？我就这样，我就这样。喂，为什么又来迟了？叮叮叮。我怎么都没有呜呼呼的这个欢呼声？欢迎第二位模特，就是我。普通普通普通来了，为什么我叫普通？我明明就叫做真正沐浴的人。那么请第三位出场吧，就是我。我觉得我应该会赢。我是最大声的，请第四位出场吧，叫做我。哇！很明显的，欢呼声最大声就是小丽吧？是，大家再加油哦！我可以教你们怎么从上面下来，之后再从下面飞上去哦。哎，怎么人都不见了？啊，人怎么都摔下去了呀？哦，那我先去休息，我去领便当了。怎么只剩我一个了？哼！哦，今天大家玩得真开心啊！对啊，对啊，爹。那我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要送妈妈回家喽。好啊，好啊，爹。小朋友，准备回家喽！我回来了。各位小朋友，下车喽！好，小朋友，那你们到家咯，要赶快进去家里哦，我要再送其他小朋友回去了。好的，车子先生，拜拜。好累啊，睡觉了。我也是，晚安咯，小朋友们，我也要睡觉咯。这是大只 LOL 跟小只 LOL 可以一起共用的一个很大的一台露营车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加 NIP 又什么百听米又百听 T， 还有 NIP Family NIP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，记得来看哦。爸爸，明天晚上7点见，拜拜。哈哈，太可爱了。麦克风把拿掉了。开灯吧。谢谢 DY 老师。啊，讲错了，谢谢。